新继续关心的是，位在嘉义市东区的中油连济研究所为回馈着地方，特别采用着环保的竹筒药剂，对地方的全面性消毒。中油希望下底的居民更加认同和信赖。平安里里长陈国才传了着喷药消毒人员，沿着大街小巷，针对社区环境进行清理喷药剂，确保附近民众未去予蚊虫传染疾病，保护民众卫生安全。喷药之后，有真侪胶纸为水沟走出来，民众开始摕扫帚清理。对着中油每年定期回馈邻近社区，民众拢真感谢。感谢咱中油吼，各位家长官吼，来咱这个厝边隔壁安尼做消毒吼，这百姓吼非常的感谢欢喜，真正每一年拢出来咧消毒安尼。大家共同编的预算来做这个灭蚊虫还有蟑螂这。喷洒药品的这个服务，那我们大概从民国90年还是91年就开始了，那今年大概是第13年，那我们每年都利用9月到11月比较干季的时候啊，来做这项喷洒药物的服务。这次呢，配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，我们在是对厂区呢临近的21个里呢。做这样喷洒一些就环境用药这样的一个消毒活动，这里面呢针对的是一些水沟，还有一些空地草丛，看起来这个绩效是非常显著。台湾中油公司表示，近10年来每年本来预算回馈里面，聘请专业的消毒公司实施社区环境卫生消毒工作，就是希望让民众一个安心舒适的居家环境。新闻台湾王小泉采访报道。